是他高军入围，你看他。对啊，他是很厉害。知名度高啊。哎，他。那你出来选会有几票？他不是泰隆，这个是乌龙族，他是泰雅族的。他的家长啊、亲戚啊，他会帮你拉票啊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、啊。不是，不是啦，真的有的立委是老师出身的啊。黄美玲不是讲这个故事吗？他小孩子是原住民哦，可是他在那一区就是一张高山原住民的选票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来拜托你，你到底是投谁？就是一张票。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。因为那个。因为有平度原住民，有高山原住民嘛。哦。啊，他那个是在他那个地方是台湾族，是高山原住民。对。啊，所以他们那一个票箱就一票。那你写1068哎。嗯。寄到1068。我说他那个票箱就是一票，他孩子高山原住民嘛。嗯。哦，啊，所以好像他是不是说有一年是什么林振恩还是谁来跟他拜托？哦，有会，他、啊、所以我说，他说开出来如果不是林振恩，我记得他有一次吃饭我就讲嘛，高山原住民、哦、就是他那个选区只有一张、啊，只有一张高山原住民嘛，就只有他家投给谁大家都知道、啊，因为他女儿在澳洲嘛，他、啊、只有他小孩子有高山原住民，那你不去投票，人家也知道，对呀、啊，啊、所以说你想要糊弄他又不能糊弄。要不要？有投票权的只有一个啦，然后那个被选的人他有很多个啦，多个、啊，我看到十几个。对呀、啊，我记得那一抽票的时候，我从三千多里面大概我就全部票加起来。我宁可来这里，不要去司马库斯。